Hello，有没有给我留言的小伙伴们？谢谢你看到我的视频的，哇，再一次感谢啊，能量核心得到了，再来航空港看一下我的这个任务，看看送啥，25个粗糙合金，再来25个好不好？没有，只剩我这一丢丢的，这边。没有任务了，充能核心塔，领取奖励，这些，这个暗能块是用来干嘛的？结构框架的话。致密合金，送这么高级的，暂时不需要啊。指挥所，我需要，还需要这么多？没地方拿了，那就来排位赛，要去被高手给虐了。哎，赶快换人！高手，嘿，现在78万，提升上去，羁绊之后不够的话，有一个办法，精英。4-5，离这边需要看广告，那我3-5，这样子就得到了5个了啊，3-5，试一下3-9，有多少个？哇，送8个这么多！满2-5了，那我4-1看一下。哎，4-4，才送2个，体力一下子就不足了。现在总战斗力才78万，因这些的原晶应该没装吧？对，这样子，哎呦。我暂时点下去，那我不任务，那不就一完成不了喽？摄魂弄过去，跑，好像被打晕了。这个是戴拿，他们高级的还好。耐克赛斯8弹性能，高斯性能，不，高斯奥特曼，
这些现在暂时不足为惧，说不定他在下一次的话直接买那个，会会会直接再去充钱升级。哎，沙包呢？梦比优斯迪迦阶段都是六星的小伙伴来的哦。发现这个游戏太耗体力了，到后面要收集的东西太多了。诶，这么多下，居然才最后一下才打到。不要再遇到吉尔贝利亚了，加古拉斯、加古拉、奈克塞斯、梦比优斯，还好会追。好像释放这个技能也没有没有，就好像遇到吉尔贝利亚的时候打不到。巴尔坦逊人74，迪迦69，杰斯提斯54，能够升级到74的，那肯定是有点漏的。应该玩很久了。哎，别中大招就好，中大招会死人的。哇哦，痛啊！啊！别中大招！其实打了还挺痛的，虽然他才几星而已。迪迦、高斯、赛罗。这一关的话可以自动吧，70的迪迦，65维克特利，梦比优斯。哎，别这样了，冻住了。梦比优斯也可以动人吗？我只知道梦比优斯很low。
哇哦，这累计多65，银河73，巴坦星轮70，那不好办呐，好像会输诶，这个我好像挑战过。没中，被闪避掉了。我躲他后面也被打到，麻烦。躲后面也被打得到啊！太猛了吧，这累计多。哎，别开大招！啊，所有草草道直接开了，又被闪避掉了。